这两家房子都要卖了，都是好房子。来买咖啡来了。Hi, good morning. Too large ice coffee, no sugar. Sorry, what's that? And small coffee regular. And large coffee one regular. For small coffee one sugar.Small coffee, one sugar, yeah. And then small regular, and large regular? Large regular, and okay. Ice coffee, two large. Okay, and? Ice coffee. Another one? Ice coffee, two large. Two? Two large, yeah, no sugar. No sugar? Total four cups. Okay. One, two, three, total five drinks. Yeah.Five drinks? No, five. Four. Okay, I'm gonna repeat it. Small coffee, one sugar. Small coffee, regular. No. Small coffee, only one. Only one small coffee. Yeah. Now total four. Yeah. Okay. Oh. Thank you, Java. Thank you. 猴哥老远就瞅，看买没买咖啡呢？哎呀，都干上活了。干上了呗。哎呀妈，我买咖啡了。不买咖啡呀，就不干了。看这房子挺漂亮啊，这个是倒了，这房子卖多少钱？这就是两家协商，两家拿钱，这保险公司包都不一定了，所以今天猴哥把这活干完就行了。这个房马上上市了，卖。马上你们老两口不愿意住了，说这活太多了，就卖了这房子、这房子多漂亮啊！过几天我给收拾完，你上市了。好了，喝点咖啡。今天我们干完这活，看这两棵树没？这棵树和这个桦树，干完就完事了。白桦树，这房子这么漂亮，卖的。这一片这也是渔人村，刚才这房东出来说这块新房子前段时间那边成交，那个看说那个500万，然后这家这房子要卖了，这都是自己是建筑商的，这边这家也是新盖的房子，有些房子是加盖的。大哥上车上了。哎，大哥，往那边点，大哥。这棵树也不小，只不过这个倒了，它不是那么太高。昨天我那说，我以为是那家的后院那游泳池，长期不换水，那污水造成的。今天来到这儿，这块蚊子也多，给大哥咬的，那个手上都肿，都带了个喷的药水，喷完了之后呢，蚊子还往身上叮。他不知道这两天为啥蚊子这么多。看我给不给录像？哎呀，大夫拿来，大夫。把两个棉被铺底下，怕砸坏草地。树枝啊，长得这么纷乱的，这大树干倒了砸的。今儿来想关门找，就往装一下。小姐养的花，这边是绣球，小院收拾的挺好。这是那院的倒树，倒到这边来了。歇会歇会，不知道吗？喝咖啡，大哥。喝吧，一会儿都晒热了。歇会儿，没拿了，别搁那晒，肥的。歇会儿，歇会儿，下来。你下面有咖啡地的。谢谢大哥，比你干净啊！干净人，猴哥才干净啊！大哥，你看我搁下边这么拍你，老高了。他在部队练的。对，你要是晚上不让我去，你千万早点回点，我接别人活，我看别人活去啊。
的，等下就这了。都是两口子吧，不管我两口。现在是干的慢点。前面俩这块应该少点，他这个他这车现在平路，你光装那样的一个大包，我装不少了。然后猴哥得露个镜头得上上了，这也露。哎，我知道了。要剪啊！地我不用剪，你都地我行。你实际的，你掰不折，你掰不。扔了，差不点扔了，还这么拼命呢。2016年。还想找老伴儿？残废了都。变得胡说八道，全是找老伴儿。啊，肯定没少输啊，他呀。我你就那点出息，找主。哎呀，这么累，没人伺候我干啥我？你找主来。还要找主？没人伺候你。你这找主吧，现在你找吧，找着 了我就离开。你回咱不能伺候你。第三只插驴呢，大脑子砸坏，小脑子没砸坏。嗯。哎呀，大哥，那天我觉得我那天那我是这辈子干的最最机灵、反应最快的一个事儿了。老哥，那俩都没身份。嗯。对，都对我。本来不捡够乱，捡完更乱。愿意听邓丽君讲。他猴哥有车库里头一整就放，就放邓丽君的歌。哎，对，现在行了。反正你大台湾你就好干活，省压我给你。别这么扔，你扔呗，你就扔了，扔了。白瞎了，正好肯定有桶。太重了，就这样一点一点扔。我滑了，猴哥信不着我。啥都亲力亲为，哎呀，你有八只手啊！这把这下边收拾干净了，然后这一车垃圾呢，树枝已经满车了，送到垃圾场去。因为今儿是周日，垃圾场关门早，必须赶在关门之前送去。垃圾回来之后再处理这个粗的，这几个大树干啊，风砸的。这互相支撑的没倒下来。白话是这家，那是那家的。让猴哥上垃圾场把这一车树枝送去。大哥给指挥呢。看这边房子，这都好几百万呢。400多万呢。啊，说这个，前段时间卖的400多万，快500万了。7号公路。通到渥太华这个道。谁说的？你看你大雷说的，通到渥太华。公园里的大鹅。这是万景广场，这是原来这个字儿就妈汉姆今年没了，就这土这边是一片字儿，过几天又出来个花种。啊，这块我知道了，这片。对。这还刚整理出来。对，过几天种了。高花种了。周六周日所有垃圾站关门，他这个垃圾站开门。这些垃圾站叫万金垃圾站，也是多伦多，反正我现在知道的最大的一个垃圾站。今儿我跟来送垃圾也是想拍拍这个垃圾站，之前吧也拍过，完还有挺多朋友没看着过，垃圾站啥样，完还问猴哥就砍完树，树枝都拉哪儿去了，今天就给大伙看看啊，就送到这里了，拍一会儿了哈，这么些车呢，快啊，快，这不算多啊，这不算多，这拍了那拐弯呢，一样戴口罩啊，标志，我这你看清吗？岁数不大，他认识猴哥，训练的。这是杂物的，不是树枝的哈。什么都可以，树枝也卸这儿，也卸这儿啊。什么都卸这儿。我看那没有树枝。你看那边，不管啥都卸这里，就瓦片单独卸这边，就卸这瓦片。屋顶没有东西。慢慢往前开呢，猴哥先走了，后边还有车呢，倒车，别车了哈，这么一会儿来这些车了，往后倒呢。到 ，Thank you。到，你别吓着。啊，垃圾场老忙碌了。哎，树枝就这样卸这儿了。哎，这都是干园艺的车，干这垃圾场。这车都是租的，
来干活的，送垃圾去吗？送完垃圾往回走了。